台南校园系列活动唯一一场烟火表演，要伫咧十二月二十七号新亚体育场举办的青春流行夜演唱会，甲大家做伙度过美好的暗暝。今仔日文化局嘛抽身现光烟火的模拟片段，让民众先感受东港的气氛。文化局所主导的这个影响未来哈来操弄着用着规格无同款的，差不多世界奥运的比赛迄种规格。来做设计，烟火设计哈，品牌啊，绝对达到咱全国的观众啊，所有爱好啊，这个艺术的好朋友，大家来到新年，新年已经准备好，等您来。以影响未来为主题，仿照奥运点燃圣火的模式，超过十分钟的烟火表演，要带予市民朋友温暖佮难忘的一天，也希望甲民众做伙影响未来。请大家务必一定要遵守相关防疫的一个规定，也呼吁大家尽量搭乘大众交通工具，我们在新火车站从五点半开始，从五点开始就会有接驳车，一直到散场会把人潮全部输送完为止才会收班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12月27新营体育场最 hit 的一个青春流行之夜。为了方便民众前往，交通局也规划交通车，为东港下午五点开始来回新营客运总站、民治市政中心和新营体育场，邀请民众在12月27号共同来欣赏这场特别的烟火表演。南投新闻廖一璇，时间龙新营采访报道。